说老子这么压着的，你怕我犯规？这边应该是浙江队队员席，应该是总经理方俊。再怕你不是再怕你？情绪表达上比较激动。吉伦沃特的罚球还没有中。确实，这个球你如果这么看的话，兰兹伯格这个动作，抡臂动作会比较大。